工程行，哇，我们的豪运工程行举办了我们的年休啊，我们的年终税休哈，年终税休啊，这个圆满哈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圆满成功。那也看到非常多啊，我们非常可爱的同仁们哦，这个时刻哈，大家都喝得非常的开心，也玩得非常的开心哈。来，那当然今天我们主办单位老板有特别的交代，希望大家吃得饱饱的，喝得快快乐乐的。来，阿兰给大家哈，让喜兰煮煮新的料理哈。把费的料理不管是要吃这个炒面炒饭啦哈，还有很多小菜，还是烤肉的部分都有哈。那也希望大家吃得饱，喝得愉快哦。那今天也再次感谢所有会的嘉宾，所有的好朋友，感谢你们莅临来参与，也让我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可以非常的圆满，非常的成功哦。好的，来，那当然我们今天再次感谢所有的嘉宾。那当然我有需要这个饮料酒水的部分，我问陶金美丽啊，看冰烫只能三十五，火锅烫的呀。那也希望大家要喝酒的、喝饮料的，这边哈再自由索取。啊，那个料理拢在后边边哈，啊，大家再家己来哈，卖拍摄、卖 cake 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方，也有我们的团主哈，啊，是咱的戏友兰嘎虾影视传播，我们的团长，我们的黄敬忠团长所率领哈。所以今天哈，哇，咱的阿忠哈，咱团长来给咱率领。所以今天的节目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。今天邀请两大舞团来到我们的会场，带来精彩的演出啊，而且还有精彩的这个魔术秀啊，还有精彩的这个魔术秀啊，更我还有大家最喜欢的辣妹钢管秀。那也希望我们现场好朋友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哦。那当然，如果改天有需要我们的试壶、我们的加深我们的服务的好朋友，寻找我们的团长，寻找我们的黄团长，我们的敬忠，我阿忠哥哈就可以了哈。其他点位，我敬忠兄绝对给你服务高高。那当然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，我叫施佳。今天担任我们的主持的部分。那当然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的节目非常的多，所以紧接着下来赶快邀请我们辣妹带来精彩的节目。好，首先邀请我们的钢管辣妹，哎呦，这开场特别安排这么辣哈。来，邀请我们的 Angel 来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。好，邀请我们的钢管辣妹 Angel 带来精彩好听的歌曲。你把我的歌唱完了，你有很多歌可以唱，耶！反正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，反正试着天气就会变得不错，每次生活都是一种笑话，还没什么是对的选择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，我的脚下其实并不复杂，只要给予的你是你。什么是对的选择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，日子脚下其实并不复杂，只要记得你是你呀。前在断剑，身不退却，再累了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更。
生命观念身边的每道光，那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闪亮。其实你和他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要你愿望希望画出一道想象。职场的路上必然经历很多风雨，相信奇迹中有属于你的胜局。别因为磨难停住你的脚步，坚持住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。我还是从喜欢上面没有一丝丝改变，世界只不过是考验，坐在心中间丝毫危险，眼前这个少年还是结局的大场面，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。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， 从喜那个少年没有，我还是从喜那个少年没有，谢谢。哇，好听的歌曲。